记得早上也是吃肉羹。铜柜搿千层饼是千层八的皮薄焦脆，传统的工艺属于经典的非遗文化。一层层的，里向外头个皮嘛酥脆。搿一块肉滚烫的下川肉，杀了多了，自家做的一眼杀了。再搁两片小番茄，配一碗牛奶鸡蛋，就是一顿精美的早餐。一口下去，哦哟，酥酥脆脆的酥皮侪落下来了。最后拿这个酥皮倒了牛奶里向，也不要太好吃哦。伊搿只酥皮因为是淡的，所以侬里向好夹搿种各种各样的有味道的菜。侬会欢喜吃辣的夹辣的，欢喜吃甜面酱侪可以夹的，五宝蛋啥侪好夹。汤还烫着，儿子要吃这个辣酱的。哎呦，烫嘞，刚刚烘出来。哎呦，烫嘞，等一下。哎呦，山上他妈不好吃了。哎呦，打打滚。搿片肉干炖了五川肉，烫眼潮汕生的牛肉辣酱，几片小番茄。好吃了，吃了。啊，要来不及了。猪肉加毛炒饭，我们搭了辣酱五川肉。侬现在来漳州欢迎侬吃到陕西的物事呢？如果各地的美食吃一下，搿侬搿了辣酱、土菜肉，可以的伐？伊只有外头只皮子是甜的，高兴夹啥个味道就好夹啥味道。但是侬像一定要有配菜的，没配菜我是好吃的，侬哪天勿要吃。哦哟，加多只可以。嗯。侬现在开了是搿能介一只冰哦，蛮厚的。空气足够足哦，拨伊先预热三分钟。那现在是烤了个那样子了，别翻个身。好了，煮好了，阿拉让伊里向放快些，否则太烫了。搿只拿出来烤了呢，马上变绿色，要烤，下面开始烤了，烤了。那搿能样子烤了个那样子正好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烤箱，预热了三分钟以后，不三十分钟，五分钟。当中呢，要拨伊来翻个面。烤箱呢，今朝辰光烤了上了，我因为第一趟烤。不要烤15分钟了，烤10分钟就够。这就是铜柜木托做的千层饼，搿能一袋呢是五片，19.99呢是四袋廿片，搿是1.59一片。伊还有两种烤制方法，一种是甜饼铛，一种是平底锅，上头侪有说明的。今朝的视频就到这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